嘿，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酸。今天早起不是玩黄色，今天来早起玩马里奥赛车。那这款游戏呢，在昨天正式上架了，在 App Store 有了。然后任天堂出品的游戏嘛，应该是品质保证，所以就赶快下载。然后今天就是第一天来试玩开箱看看，蛮让人期待的。刚有试玩的一个教学，我之前玩赛车游戏不算特别多，但我想开个赛车应该也不会太困难吧。游玩上场赛道时会特别有力，但我现在也没有其他角色，所以好像也就只能直接选，没有什么，没有办法做太多的选择。哦，这是直接配对了吗？看起来是因为有等待，感觉像是直接配对线上玩家了。好，要认真了。等下，我刚是不是没有一个起跑加速？我现在选了一个，比较进阶玩家的操纵模式，但事实上我并不是进阶玩家，所以有点困难啊。我怎么飘不起来？哦，有，这跟朋友一起玩很欢乐吧？应该是，我相信应该是有资源。哇，飘不起来欸！哎，等一下，为什么飘另外一边？我现在即使好，这个脑中脑人，即使看起来这样开的慢慢的，我现在。我现在可是第一名呢，欸，好，往后射，直接命中，准。他看起来操作的很笨重啊，相当不灵巧，是我操纵起来才这样的感觉。欸，一个炸弹，哇，又打中了，真是，哎，哎。感觉这操纵起来熟悉了之后，应该可以走一个神人的路线。好，然后越过障碍物的时候，保持一个跳。哎，我第一名。越过障碍物的时候，按一下跳，它就可以就是飞比较高一点。好，这个让我有点自信心喽。我们第一场拿到第一名，不过我觉得我可以改一下操纵的设定。刚是我按一下萤幕呢，它就会。直接开启个漂移模式，直接进入漂移状态，所以容错空间变得会比较小一点。你不能用方向盘稍微微微的调整自己的方向盘方向。哦，欸，好像蛮好玩的，因为这种游戏最怕的就是，然后跟电脑玩就会。很空虚啦，来，我们这边设定一下，然后我刚选的是手动漂移，开启后一点击就会开始进入漂移状态，所以应该比较适合这个新手玩，欸，高手一点的玩家吧。陀螺仪方向，因为刚刚开启后，哦，我这个都有开启，好，我再试一次好了，这样看起来。手动漂移，好，我先把手动漂移关掉。好，试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操作上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这次我选公主，然后车子我没什么可以选的，所以来直接 100cc。哦，刚刚是因为 50cc， 所以速度非常的慢，非常的缓慢。很多日本玩家呢，这个是真人吗？应该是吧。应该是真的吧。好，果然，这个自动漂移拿掉的情况下呢，往后射，
所以变成是用左右拖移来取得，一个漂移的效果，但因为要慢慢靠着也会比较花时间一点。就没有刚刚的那个，直接点击一下进入漂移状态那么直接。你看我等于是左滑右滑，好，左滑右滑，然后取得一个漂移状态效果。因为当你漂移的时间够长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漂移效果，例如这样子。嘿，这个有玩过赛车的玩家应该都知道吧？然后这个跳台点一下就可以飞跃。等一下，撞到，哇，那什么鬼？哇，被咬到了。哎、欸，哦，要吃那个蜡蚌壳里面的东西是需要承受一点风险的。我直接远远超越后面几位、欸，那个是不是电脑啊？哼。累积蓄气，然后喷一发。好，我们这个第一名收官。其实我之前在好几年前是个 Wii 上面的马里奥赛车，我就很喜欢玩，所以对于基本操纵来说，应该不会太陌生。主要就是移植到手机之后的那个手感，变成是用触控的方式来拖移。好，来，我们再玩一场。马里奥赛道。现在这个什麼很多角色，但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得拿。我要选香菇人，然后车子，好，直接够喽。我喜欢这种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赛道。来，开始。这个倒数接近倒数第两秒的时候按，我记得应该是可以喷射出去。好，砸，哇，啊！直接沿着走，可恶！我现在第三名，咋准？我真的是准！哇！又来了，超越第一名的时刻就是现在啦！都没有吃到金币。没踩到他，诶，我砸，哟，好怕被那个无敌星弄到，诶，又拿到第一名了。我刚被他撞到，就应该会飞走。我们收个奖励，诶，我觉得这个好像蛮值得一练的，因为我之后再来玩看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应该感觉应该要有一个跟好友的竞赛模式，感觉这样就会很欢乐啊。我现在应该还在很前面初期的状态，所以，到时候再有研究多一点，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玩法的模式。毕竟我是一个任天堂的老粉啊，粉丝。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开箱到这边，然后主要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马里奥赛车有这游戏可以去下载来玩看看。不是业配，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游戏。所以应该说很喜欢这个品牌啦，任天堂这个品牌。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这影片，不要忘记订阅、赞、分享、分享。我是阿川，我们下次见啦，拜拜。